大家好，我是新竹人林根仁，11月7号就是立冬了。今天文正，听说你这个身体的强壮，因为有一家好吃的料理，吃下去身体会强壮。帝王食谱姜母鸭是我们常常聚会都会想要来的。帝王哦，刚好给你大进补一下啦。那我们迫不及待，赶快去看看，好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来，好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老板你好，老板，我的同仁黄文正议员啊，特别推荐的，韩牛要来之前一定要来这里吃一下最补的、最好的料理。吃了一锅，变暖，一整个年年。那我们赶快去看看，好，这一锅是怎么出来的？好，好，你说我们今天来见证一下，到底天气越来越冷了。我们要吃什么，让身体才会更健康？好 ，OK， 好。既然想补的话，来，那我们先准备一下材料哈。把这脏的东西弄掉，要洗干净哈。嗯。有时候跑到鼻子里面去，对，但是都黑的。终于啊，上菜了。是。那这一锅啊，冬天进补最好，最好，对不对哈？来，赶快来吃看看。姜母鸭，锅上锅以后，先喝汤，然后再来放这些料，菜最后放，菜第三步才放。哦，对，这样子的话哦，它的姜会慢慢释放出它的热量，它的味道，中药材的味道。有在家里如果自己这样做这样炒，会煮到这么好吃吗？不会，不会啊，不会，因为缺少它的功能，对吧？有一定那个核心的东西才叫帝王。那个老板，这个鸭子是红梅欢鸭，是，难怪这肉好 Q， 很有弹性。好，这个是我最爱吃的鸭肉小丸子，哇，还有我们的豆皮，豆皮，尤其是我们待会这个高丽菜下去煮出来的汤头。更多啊，那才是美味。这个肉多好吃，啃到剩骨头，可以常常来。没错，我们今天的美食探索，为您介绍的就是我们好吃的姜母鸭。好，前身都呼呼啊，是吃了那一锅帝王姜母鸭，那有效，非常有效，感谢老板，谢谢。希望把这个好的东西、好的料理，能够让我们新竹的所有市民都认识、知道。我们欢迎他们一起来感受。一定的，帝王食谱姜母鸭，赞！